我一定爱从这个土地哦，跟过户秀英啊，才当弥补我这个好心肝。我爱确定一下，妈，迄块传话地的地契，是不是让这个卡提起啊？大美女，你还逆向行驶，好危险哦！这个车位是我的。你伫想我，还是我所想的朋友，对吧？你是信用的小叔子，你真正是我所朋友，俺这里多好啦！哎，老实讲，妈是不是已经将迄块从化地的地交给你啊？有啊，安尼我来签哦。阿姐，我回来啊！我怀疑根本是你家己小心新闻做散，所以你才两家做散化疗才。